所有活着的人类都是海里一条巨大的鱼。出生的时候，他们从海的此岸出发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不祥之物，不可不除。我来帮你送鲲回家。你必须从这里飞上海天之门。你这是要公然的与天神作对。不能送你最后一程了。人间是个好地方，你想去到人间生活吗？我欠他一条命，我要还清欠他的。